这边距离小天祥已经很接近了，啊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拍照一下，啊，这边是提叫拉米吉袋，拉米，提拉米袋。啊，就是在台237号以后，我们现在陆续来做一些拍摄，啊，这边呢，因为道路呢已经开就始是有小这天个祥。所谓的小山洞啊。看起来有点像，那我尽量把速度稍微变慢一点啊，让大家好好欣赏。因为这个其实应该在排风边，应该也是有很多的地方，但实在不好驻车。啊，我们赶快通过，因为这个都是属于危险地形。啊，赶快通过就是不要驻足在那边观赏。那。号称小天祥，也可能就就刚是，刚那个，就这样子，九弯十八拐这样前子，面变说成要九弯十八拐，山壁这样子，弯弯曲曲，然后呢，它本身山洞颇多，这可能就是它的一个小天祥的由来吧。啊，今天有幸帮大家拍摄一下。这一段的路程给大家欣赏，希望大家也会喜欢哦。那要走到哪里才叫结束呢？等一下，可以回转，没有要回转。哦，好的，那我们就继续跑到等一下可以回转的地方，我们就要回转回头，就结束了小天祥的行程。然后就旁边这个样子，然后号称小天祥。OK，到了这个侧门口，然后就在这边回转喽。是5号桥。设计营造里面的，设计的，围就墙像一每个个，人的围墙都那么漂亮。对，因为不用钱，国家出钱帮你那如果这样，应该会弄。统忘了一吗？呀、没有啊，就是每个围墙，看你爱什统么符一号。统一用一样的。没有啊，不仅有啊，大部分是一样啊，但它每一个都有一个小的 logo，那个 logo 是不太一样的啊，是要告诉。然后你家前是面干要嘛右转，的？这就是社区营造花了巨资啊，这边。右转。